今晚抱着戏曲情节的 R&B 教父要我们展示纯粹的京剧唱段，有请陶喆，加油！哈，加油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有一个弯弯的月亮。前三场比赛，陶喆的排位均不理想，甚至一度与淘汰的命运擦肩而过。本期戏曲专场，他能否找到自我的突破口？京剧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奥。我母亲是唱京剧的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如果不找我娘的话，我娘一定会把我给杀了。他妈妈，那可不可以找你呢？就一句话，没问题，儿子，你要唱，娘挺你。所以我就哇，那时候就真的特别特别感动。这么多年没张口，我要拼了老命帮我儿子一把嘛。老实讲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母子这一辈子我们两个会一起同台然后唱戏剧专场。陶喆与母亲的联袂演出是否会给大家带来惊喜？这对母子又会演绎怎样的戏剧传说？Thank you.
这是一个对所有的参赛者都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。那因为我母亲啊、是这个专业的京剧演员，然后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，那个江苏卫视能够有这个机会。让我跟我儿子能够同台表演我们中国的京剧，而且对一个国外长大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困难，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尽力原汁原味的把它唱出来了。我感谢诸位，儿子你很棒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谢谢。谢谢。